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心，我身高是168公分，体重是8公斤，那我的三围是32D、24、34，我的职业目前是庙会礼生，那我兴趣是喜欢潜水跟跳舞，平常就是很喜欢跟朋友拉比赛。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一个女生呢？我自己嘛，我是不熟的时候很闷骚，熟了以后就会很三八。怎么样三八？就是我还蛮敢开一些就是黄色笑话。不如讲一个黄色笑话来听。我很喜欢撩哥啊，就是他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吃了没？”我就说：“我想要吃你。”那你对自己最有不自信的部位是什么地方呢？应该是胸部吧，因为我的胸部很，我觉得还蛮有弹性的，很 Q 弹，很端。那你目前为止交过了几个男朋友呢？目前我交过八个男朋友，最短的话大概一个月就分手了。这八个男朋友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回忆吗？或是不好的回忆？我讲一下有趣的好了。我有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他很喜欢在不同景点就是做那档事情。他可能就是喜欢追求刺激啦，然后他就喜欢在家里面的厨房啊，或者是百货公司的后门。就是我觉得交过男朋友中最有印象，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。对，那你刚刚说你本身是个撩哥高手，那我们现在要示范一下你会如何撩哥。好，来，我们司机大哥欢迎出场一下哦。他就是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撩哥的话，你会主动出击哪些招式呢？哎，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后有没有要去哪里啊？要不要去看夜景？可是我不喜欢看夜景。那你喜欢看什么？我想要跟你去看 MTV。 我想去你家。你家有人吗？只要是你来的话就一定没人。我不能待很久，我们去看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还有门禁。这里就是我家了。这里就是你家了？对啊。真的吗？我们来看 TV 吧。我们现在最后有一个小挑战，就是我们要考验你的换衣服的速度，你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会尽量加油的。好哦，我现在要准备去换衣服咯，希望我挑战成功。拜拜。好哦，我们要准备开始计时咯。等一下哦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了吗？差很多吗？差很多吗？答案啦！现在，哎，你有穿衣服吗？穿衣服啊。那 OK 啊，那看一下现在到底状态啊。哈哈，没有哎。哦，没有，你就是还没穿衣服啊。好，我们先等你穿好。好，没有，是那个我后面有没有女生可以帮我拉一下？耶、yeah, ！我现在换好衣服啦。那我这一套呢，跟刚刚第一套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你们比较喜欢哪一套呢？但是因为你刚刚没有在十秒钟完成这个挑战，所以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小惩罚。什么惩罚？哎，司机大哥，来，惩罚就交给你了。就是要被我们画脸。
你要画什么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小一点，不要画太多。有没有镜子啊？让我看一下好不好？那待会就是要这样做捷运了。你们超坏的耶。Hello， 喜欢我们这一集的正妹老师节单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 YouTube 帮我们订阅正妹老师机哦。啊，记得要来追踪真心的 IG TIFFANYLIN 9000，记得要追踪我哦。